百年文脉源远流长，生态青山秀水奇绝。柳山镇位于柳州市西北部，距市区35公里，东南临洛满镇，西南临柳江土伯镇，北临柳城社冲马山，西临宜州三岔等镇，黔桂交柳两条铁路及宜柳高速穿境而过。辖区总面积157.59平方千米，总人口约2.2万人，壮族人口约占90%。柳山镇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生态乡镇，秉持调优结构、多元发展的理念，全力推动乡村振兴深入实施，产业兴旺为立镇之本。柳山镇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布局，基本形成以稻粮为基础、甘蔗为主导、桑蚕为优势、竹笋、田螺、木耳、水果等特色产业竞相发展的产业格局，因地制宜发展大米、竹笋、木耳、豆角、辣椒等螺蛳粉原料种植，全力打造螺蛳粉配套产业增长点。目前已逐步形成柳山村桑蚕、正蓝村大米、新农村金丝黄菊、新爱村辣椒酱、流塘香橙、精品粮油等一批特色产业，一村一品、一村多品农业产业模式初有成效，乡村旅游为促振之力。近年来，柳山镇依托红色革命资源和丰富的自然资源，采取产业加农业加旅游相结合模式，立足柳山桑蚕产业示范园，突出桑蚕农旅特色，立足解放战争根据地，走好红色教育路径，立足冯吉河、龙江河、百年古桥等自然风光，打好生态乡村品牌，形成特色鲜明、形式多样、优势互补、产业互融的乡村旅游发展新格局，夯实党建为强镇之基。柳山镇盯紧薄弱环节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村规民约中，倡导健康文明的社会风气，积极构建建强两委班子，优化党员队伍，提升村级阵地，培育引领典型、壮大集体经济的大党建、促大发展工作格局，以清正廉洁的作风建设，为柳山镇的发展保驾护航。浓浓乡村意，悠悠柳山情。柳山全镇人民以饱满的热情、淳朴的民风，真诚地欢迎大家的到来，一同领略柳山的生态之美。